小彤，你要不要报名我们公司的露营活动啊？可以山上看星星，还可以赏萤火虫哦。哇，好棒哦！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们没有帐篷，也没有睡袋。哎，没关系，玉山支付超简单，再上淘宝买一个吧。我们上淘宝买吧。淘宝吗？支付宝付款会不会很麻烦啊？很简单，我们可以选择超商付款，隔壁就有家便利商店哦。点选立即购买，选择物流后，付款方式选择超商缴费。第一次使用需先完成跨境交易认证。一、同意跨境条款。二、注册玉山电子支付账号并完成身份验证，每人限注册一组账号，已注册过就直接登入。三、填写退款账号。四、外汇申报。接着会取得缴费代码，记下代码。然后到 7-11 的 iPhone 或全家的 FamiPort 列印缴费单，选择缴费的选项，输入代码后列印条码单跟收存根，去缴费吧。OK。刷玉山信用卡还享优惠哦。